会很激烈吗？一会儿不要拖后腿啊！哎，时间匹配，无需改天，不用下次。下班后见面，就是现在。排练结束喽！哎，怎么样，累不累？不累啊，那咱俩去玩，出发，去玩。这是我今天骑的车。 走吧，哇，你也骑的这个车？当然啊，这个是最新款。哇，还挺好看的。嗯，那我们一块去哪？这样吧，先带你去个新地方。走吧。到了，到了。Hello。 嗨，你好。我们俩就是在小红书上面看到这里，感觉挺好玩的，也是第一次来尝试，所以说看可不可以带我们体验一下。会很激烈吗？一会儿。看你选的什么模式。那两个就是简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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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模式。好，走。这边有彩虹的，然后有激光的，头版。你先试试彩虹的，简单的开始。好，OK，Go。 这是我们就失败了，就是我们决定换一个项目，直接 PK， 输的人请吃饭。这就是上面自己颜色，上面多了什么？拍自己颜色。怎么？没有，没有。走，是吧？色了，是红色了。啊！彻底疯狂。 胜利！啊！凭什么？平江还是老的辣？还我从入口处。哈哈哈哈哈！咱每次从入口进出口进单向循环。别关里边了，应该是不来了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哎，反正我赢了。凭什么？你个老姜。老姜才香呢。下一个。这边还有激光。 跟那个特工一样，对，嘿，直接匹配。变快，怎么这么灵活？ 三番两胜，我已经两盘了呀，但是他输了呀。我输的，咱们要玩点激烈的，还是这个玩法，觉得更刺激，时间长。试一下，试啥呀？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。加油！加油！ 3, 2, 1, go!
163。 不是，不是，哦，可是好帅呀！那是，那是。到了，那好香港菜。弟弟，我要吃这个。好的，可以。啊，可以。你们俩真的很像不熟一样。喂，哎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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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么虚伪。那100米在画家。